今天来分享奇趣蛋玩具蛋，这是赛车总动员的三个奇趣蛋，这是风火轮小汽车的，让我们拆来看看吧。我们先拆这种蓝色的，蓝色的呢是风火轮的。有个黄色的胶囊，哇，好像很多配件。我们先看看说明书，这里有四个龙门吧，然后呢这个球呢就是要射进底下的，这样通过它，就是我们这样弹它，然后他们还可以互相连接起来。你可以把这四个门呢摆成一条直线，然后让这个东西通过去。哦，没有通过，把三个撞倒了。玩法大概就是这样的，还是挺有意思的哦。接下来我们拆第二个，是一个橘黄色的胶囊，哦，里面是一个小汽车，这肯定是风火轮的，果然是。然后呢，它要组装一下吗？还是要贴个贴纸？已经贴好贴纸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玩具呢，只能用手贴着玩的。好，我们拆第三个。打开胶囊，哦，又是第一个玩具，就是那个四个门的，那我们就不组装了。接下来就到拆赛车总动员的蛋了。这种蛋有点不同，一半是巧克力，一半是玩具的。我们直接打开玩具的，这个好像是奇诺吧，这个小汽车。这里面呢是一定会出现这个赛车总动员的玩具，一共有9款。我们这次拆的是这个奇诺，就是闪电麦克的朋友。要贴一下贴纸，贴好贴纸了。这个玩具呢也是手推的一个气球玩具，跟刚才的这个风火轮呢是一样的。拆第二个赛车总动员，这一个红色的呢，大家一看也知道是闪电麦克了。好多贴纸需要贴哦，贴好贴纸的闪电麦克风帅呆了，而且还有回力功能哦，速度很快。还有最后一个奇趣蛋，诶，这是一个卡车，这个小卡车的名字呢好像叫做 Smokey， 赛车总动员里面的一个成员。这个没有回力功能的哦，就是一个摆件，不过也挺好看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奇趣蛋就拆到这里了，拆了四个小汽车，也是挺好的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